接下来这首歌呢，然后是也是我最近，也不是最近啊，就很常，就是当这首歌是阿妹的歌啦，她是今年，她今年刚出一张专辑嘛，对，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曲叫《我知道》，然后这首歌我自己很非常喜欢，嗯，然后对，就是叫做我最亲爱的，对，然后。我就直接抢喽。是否
情像过去一样。我最心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是否无恙？哦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清醒。像过去一样，谢谢。那我就直接请那个，哎，看。